肉包啦。我知道，我认识你，帮我拍。你也不能帮我拍。你没有开启上你看，这不行，这不能拿这个手机。我想手机，我能咬我。我这哪有手机？你的手机这样的。大姑娘，在那儿。大姑娘。感觉 feel 的感觉，我这感觉跟你完全不一样。你的那个角度 ，Harry 不 Harry？
Yeah.
羊吃下去了，快一点，老尴尬了。好黑了，回去前要白一点吧。还要黑一点，黑不黑哟？我没有拍到。好累死。快点塞我的包呗，搬了20000个姿势了，姐姐，蹬地有点累啊。再拍一点吗？啊，不能把这个拍进去，我被我爸拍摄要死掉了。好，我来。做大一点就不会尴尬噻，这表情越大。晚上也会尴尬。
晚上开了灯以后。Thank you.
坐着等着，等着他给咱打电话，累死了。谁说的？胡说！在哪儿啊？我中途还给你给了一次了。那坐在地上是吗？在这下。可以去找一下。下了又去。我们上走，后边有电梯。你们坐电梯上。下。没有电梯了。你刚才坐电梯下去了没？你刚才坐电梯下去了没？我问你。下去了。下去了，看了没？真费劲。都亮了。等等，我看一下这个亮的。
真的看这面很
Thank you.
话，在电梯那等你们的人，不是回的吗？准备好拿出来啊！你不是说回吗？那回现在也讲不开了。我今天晚上看吧。还让我贴上那个单吗？这没夜景的，这没夜景的，要到那边看去呢。太江景了，就是江景啊，就是那边看江景啊，要到那边看去吧。不是这一面，要到那个集中的另一面，北边去呢。这啥？哪啥都没有。Thank you.
大哥，我这里面点的，你拿回去，拿回去。那个，放了。那个，我点的那个，那个。
Thank you.
叫。
能跑啊。我来弄在哪儿？就把那个拐回来了是吧？有可能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这样。对面是文化会馆。哇，对面
什么变小了，载得上我们吗？这么小，你看，真的，还载得上我们？这边是什么？还载得上我们吗？对。下两站，他们走两站。
想在哪里买？这不是建设门大桥。这是建设门大桥的另外一个桥。哦，东水，哦东水，哦东水。建设门大桥是几条？这条路是主路，它两个桥差不多。哦，关的。这里是看台，不是它那个那个广场路。啊，这广场路。然后船要锁在这边。这解放碑就在这边。我没到。就是呢，就是容易银行这边。耶，有手到。嗯。要回去吗？我们现在是这个这一坨。OK。导游了喂，导游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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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哪个往那边走？对，那边。要从这边走。那个小黄车是不是？哦，那个小黄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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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